根据他们提供的他那个报案的电话，拨打的那个电话，我们迅速通过这个电话找到了那个违法行为人何某某。那么通过传唤手段，我们把何某某传唤至我所。根据华医院提供的那个接警的那个单子，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了迅速的进行了讯问。根据我们安德市公安局的决定，对他执行行政拘留5日，并对他进行了片面教育。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们的那个9020进行拨打。